无论练习的多熟练，上场前我都会紧张。对我来说，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出发。人齐了，咱们就干什么？聊聊那个女的的事。稍等啊，我找个房间。向外界表达看法，打开我的灵感。我总想以更酷的方式，没必要给自己设限。我更享受释放本色的惊喜。这个分享挺好。没有充分燃烧过的人，不懂热爱。如果三好万可以再进一化，我们短期再看完以后，放手突破记录，放胆追逐速度，在我们要的方向加油。我不是为了战胜别人，而是为了赢过自己。会被剧本设定好的是戏剧，不是人生。比起千篇一律的想象，我更喜欢不被定义的伟岸。没想去成为谁，吩咐一打一零一四，我塑造的是不一样的我。每一场奔赴都为抵达不平凡的自我。实力奔赴，敢想敢搏。联想智慧中国。